请你们先起来，因为他这次网费不是你这样贵，请你们先起来。我现在不是车队车哎、欸，我是车队人呢、欸。我是听我先生讲，他说，请你们先起来，因为他这次网费不是你这样贵，请你们先起来。阿姨，请你们先起来，我没有办法拉，请你们先起来讲话。给你看，要不要？怎么会？要不要录车子上的录音没有？